ET Today 新闻云在2011年11月上线。我们是一个善用各种社群操作，整合新闻、资讯、知识和娱乐的内容平台。2013年，我们更进军电子商务领域。除了 Internet， 去年我们也积极朝行动领域发展。我们希望运用 Essence 与自己的业务团队相辅相成，让每一个 page view 和版位都不闲置，让我们在广告的收益上能够极大化。我们主要是透过 DFP 广告管理系统来搭配 Essence 使用。DFP 是 Google 推出的免费广告管理系统。如果你的网站还没有自己的广告管理系统，我个人强烈建议你可以直接使用 DFP。不论是电脑版或行动版网站，DFP 可以投放你自己业务销售团队所销售的直销广告，也可以投放自家的内部广告以及 Essence， 甚至还可以投放其他家联播网广告。DFP 还可以让你没有销售出去的广告版位自动递补竞价最高的广告，让你的每一个流量都能够充分被利用并带来收益。此外， DFP 可以针对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作业系统以及不同的浏览器来投放广告，善用这些功能确实能够让你的收益极大化。除了电脑版网站，我们也在行动版网站上使用 Essence。 Essence 有个强大的功能是它可以自动随着手机萤幕调整大小，我们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广告的格式问题。目前我们由 Mobile 网站所获得的收益大约占 Essence 总收入的 15%， 而且每个月持续成长中。进行了一些广告版位及广告格式的优化调整，结果收入比前一个月成长了将近30%。Essence 提供非常完整的报表，这点对于我们在做收益的优化非常有帮助，而且我们对于广告的内容掌握度也非常高。如果看到不适当的广告，我们可以由广告后台轻易的排除，这点非常的棒，也非常的实用。从广告营收的角度来看， Essence 无疑是你最佳的首选。